世之猛将，地之毒弓，天地异变，对手难寻。此笑，弦音铮铮，杀气昭昭。丞相嘱咐，让我留下你。青云蔽月，流风回雪。从我的手里逃走，还要问我的盾答不答应？琵琶瑟瑟兮，风雪起，急音藏杀机。山流水，知己难寻。鲍主公，现已靠近徐州境内了。近日干旱又接连赶路，暂且扎营休息。主公，这徐州是曹操的地方，久留怕是不妥。曹操有何可怕？玉玺还在我们手中，朕才是真天子。吾且先去探查。吾等先在暗处伏击袁术，引他进入林中中了埋伏，可一举将其拿获。二弟三弟，你二人领兵自左右包抄袁术大营，我自后方进行突围。都听大哥的。可恨刘备小儿，竟折损吾大将纪灵。主公息怒，如今我军粮草已失，作战与我军不利，请主公早做定夺。如今我军还有多少粮草？现下军中仅余一些喂马匹的粗粮野草。可恨！传令三军振作士气，我们即刻打回寿川。
将军，我来救你。主公，我军主力大半失散，余下的俱是老弱残部了。无妨，我军暂且休整，必能突围。这粗粮却如何下咽？去取蜜水来。主公，我军死伤大半，营内处处都是血水，又哪儿来的蜜水？三日前，连战马都已杀了充饥，现下仅剩这几口尚可保命的了。主公，还是将就用一些吧。尔等莫要灰心，我忠心整顿，定要灭了那刘备小儿。报！刘备军自后方冲上来了。我们已被包围了，主公，我等俱是小民，只想活命，主公请自珍重吧。一群鼠辈，何足为惧？我一人亦可战。袁术，袁差五路，取而代之，飞散浮云。天下半数已入吾手，朕自有天助。弦音铮铮，杀气昭昭，青云蔽月，流芳回雪。这汉室早已无可救药，尔等迂腐之人懂什么？吾等这是要谋反，要弑君吗？还是皇，琴声只为败者而奏。想我袁术自是三公贵为嫡子，天下极乱，何人比我适合做天子？我自少年起事，反董卓，据南阳，天下半数都已入吾手。而今日竟落得这般田地，上苍何故待我如此？何故啊！奉孝所说，此番放了刘备，是纵虎归山呢。不如主公暗送密信与车胄将军，伏兵城内，将刘关张三人擒拿。将军，听说刘备已灭了袁术，不出几日，即可到达城下。正好，吾已布好伏兵，到时便可一举擒之。那刘备乃汉室宗亲，又对朝廷有功，将军何故要加害于他？休要多话，徐州早已属曹丞相，怎能让你那刘备？